但星座呢，有可能叫做特性大地，从来搭字伊有这个意思。那就一七三十年四月十四号，出世到上老大城府。伊个时候，伊阿伯内容已经是阿祖陀爷王伯个细官。弄囝个时候，本是首相刘丕爷过世伊，就个认作看囝，还做个名叫神。神到太过是太无个意思。即块内神伊就开始到复杂个争议个读者，分母双修。十四岁的时候，伊阿可以摆入推荐伊去做国王个侍从。伊精通潮汕话、闽南话，甲后代讲印度话。曾经我家家己起个王人名叫大国花。但是只要我话个时候，就被派去特府搞做副知府。由于抗击缅甸个侵略力量，就被提拔做总督，受二批亚德。伊也是上老个子等贵族，跟车王室，德是富个意思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人就叫伊做德神。后来缅甸发动大规模个情况，但是看守这个德富，又要出到前线，就去缅甸攻山攻破。但是伊大五百个兵都未走出来，隔了未久。小刀阿祖陀爷阿龙下，四百年来鼓声被烧掉，国王被杀，那神医成了亡国将军。接下来，咱来不阿那神如何登山再起，伊的光祖后半生精彩。